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享不了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。谁不曾有个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脸上流着眼泪，只能自己轻轻擦。我好羡慕他，受伤后可以回家，而我只能孤单啊孤单地寻找我的家。有温暖的家，但是我一样渐渐地长大。只要心中充满爱，就会被光化，无法埋怨谁，一切只能靠自己。虽然你有家，什么也不缺，露出笑脸，永远都说没有爱，整天不回家。相同的年纪，不同的心灵，让我拥有一个家。什么也不缺，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？永远都说没有爱，整天不回家。相同的年纪，不同的心灵，让我拥有一个家。谢谢。谢谢谢谢何静，谢谢。我觉得没有妈妈也好，一个妈妈如果撑不起这个家庭的重担，竟然把这么重的担子扔在一个小孩子才八岁孩子的身上，这么多年经历下来是多么不容易。我觉得妈妈如果在我们电视机前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，你会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是非常耻辱的。我们全天下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你的妈妈。还有刚才慧珍妈妈跟我说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微博上，一起发动全社会所有人为你来捐款，我们也出一份我们自己的力量。我相信你会更加坚强。谢谢老师。因为有我们，还有我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么。